这边使用罗喉，罗喉制药。对了，我曾在基督幻碑上看过，出门之前有幻运神台，乃是操控宗命幻作的枢纽，借我罗喉制药之力，超越幻运神台，便可将金捆封入化术灵座所创造的束佩之中。宗命化术一人分离，魂体重新融合，我以目前的创命之法，此举就有一事。因为之前被罗喉神毁破魂境之故，并已承受到魂体分离之创，如今借有这幻运神台之力，正可为他修复这肉眼难见的伤势。是，比你这种关心他以转身之法将你救回以后，我一直担心你的魂体是否真的完全复原。被天尊神曾经将你的魂境毁破，我总担心会留下什么看不见的创伤。但经由这尊神曾经用来创造你的幻运神台，应该能再次将你的魂体融合为一，宛如两者不曾被分离过一般。比你，我想这一定对你有好处的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自从回到这里之后，我一直暗暗担心，怎么会不会被迫再次与尊神对决？为了这一刻，我得尽可能恢复旧日的力量才行。所以，你就用幻运神台为我行使此仪吧。如果我们最后真的面对尊神的话，我们多一份力量，便多一份胜算。那就好，比你，你再让前头的朱密化作上去，待你就位之后，我就开始行仪，见死领命。这里应该可以了，就开始吧。好，我就开始奉命之仪。怎样？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好多了。从附身以来，一直觉得空空荡荡的灵雀，现在仿佛充满新的力量。连手上的经验似乎都……咦，比你怎么了？幻剑还搞他，应该是因为封印之力的关系，这也被我收服而化纳于我右手的剑魔黄皓。黄皓是我右手上的剑印重新融为一体，有人感觉到现在他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。这该就是幻界黄皓真正的姿态吧？真的，那是太好了！连尊神都自称无法驾驭太初煞剑，如今真正归附于你手中，看来我们也得判你三分了。我是你的剑使，所以幻界的力量也就是你的力量。如今我只希望以黄皓那无双的剑力，能助我们顺利完成在此地的使命。我也希望如此。看来此行重行奉命之意果然是对的，不过咱们时间无多。只怕是无暇在此庆幸，一切既已完成，完满的达成，那我们这就继续上路吧。哇，这发出后面的庞大机关巧不是，这里的房间外貌和之前的区域全然不同，看来我已经达到九纹天斗影的所在。这里是外星船的吧？这不是幽城吧？这个什么方法可以通过这里才是？这个试下探索一番吧。右边的可以用罗喉制药。是为什么神圣的机关忽然停下了冲击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分母石油嫉妒和罗喉制药之后，巨大的鬼柱果然停下来，这下子就可以顺利通过了。看来罗喉城内大部分机关重要机关都需要上幽药来操作是不会错的。这又是什么装置？与这两道不住转动的巨大圆轨之上，散发出令人为之气质的强烈。一元力切力，莫非这就是？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这边想必是九魂天斗影的核心了。以周围气药药柱产生的七种药力，推动这巨大的天九华木两个一轨。
跟他们相环，环绕中央的基督与罗侯两柱而行，由此而生的巨大逆缘力借力，以这天动力的规模，的确是足以撼动整个九宫太界，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巨构。我的确是蛮想赶快破关的。终于明白这件事，这天动力的规模力量，绝非我们所能轻易掌握。不过这九宫天动力巨构的某处，必定存在与天枢宇宙一样的控制书中枢。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它所在，应该就有方法可以封止它的作用。这也是我们来此的使命。走这边。哇，好大一个空旷深邃的巨大深渊，就横立在其上的十字桥梁，分别通往两座塔的正前方的奇异遗盘。这也是。虽然说不出这次又想做什么了，不过我们作为一大段的来到这里，如果依照下降的深度来算，此地应该十分接近天洞里的底部了。这地方的一切看来十分特别，应该和天洞里的控制很有关系。四处找找看，应该会有发现的。这里，然后右侧放罗侯之药。也有收藏的意思。我再去上方。哈，当机。刚才震动是像是什么自我沉重之物降下来似的，然后嘞，取回两把钥匙 ，OK。这好像天洞里的最底部了，而在我们眼前参天巨柱是，没东西有。这深入地下的庞大巨柱，前面这位天洞也震动一样罗喉之柱了。它的大小和样貌果然和我想象一样惊人。我会在那里面的，就是天枢仪轨了。好极了，快去那里看看。哦，炼化出来就不用再打了。大伙等等，先不要走进去。小大哥，怎么了？莫非有敌人？有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在附近。便利。你应该察觉得到吧？那是和我们十分类似的气息，该不会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理论术法的咒力？大伙留心，有什么物质朝这里而来的？他们是谁？看起来是人，又不像人，他们到底是？好久不见，乌云比你。我们的弟妹，没想到会在这村再次和你们相遇。真的是他们，弟妹，小兄弟，这样怪人自称你们兄妹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想起来了，他们两个是罗侯神最早创出来的双子，阴色和阳环，也就是霍雍宾里的原型，在辈分上算是我和宾里的兄姐。后来又以外貌和人族相差太多，所以又以人族外貌重新创造了霍雍和宾里。而他们就一直留在罗侯城中。哼，以前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，不过他们已经不是我们弟妹。霍雍和宾里只是一个剩下污秽食宿魂魄转生的长海，一个是被食宿虚像所迷惑的反逆叛徒，还斗胆带着女花创造的下贱蝼蚁玷污我们圣域，图谋永远封止天洞与神鬼的力量。是啊，真是不可原谅。既然曾经是我们弟妹，这大逆之罪不能饶恕。我们奉尊神之命，诛除你们两个叛徒，罗也更是容之不得。哼，你们两个人不像你的怪物，没说什么下贱蝼蚁之类，可不要把人类看得轻。不相信的话，就下来较量两下看看。哼，真的是我们要做的事，就让我们看看尊神无方大人赐我们的真力。小心，
他们来了。好像很强。我靠我靠。一下子放大绝啊。先把羊环解决掉。哇，攻击速度好快哦。哇，他们攻击都蛮帅的。怕冰。哦，九畜焚灭！呜、哦，还好有撑过。我的天，你也会啊！我靠，这么痛！哇，右边那只不怕，不怕冰。啊，又来又来了。一集一只哎，那说要先把右边干掉啊。这个难说。没想到我们竟然败了，为什么？我们不该败，也不可以败。难道我们炉火一族的命运就注定要永远被封印在幽影之中吗？不，我们不想这样做。我们来封死天斗影，只想拯救世人度过此劫。那天我在天斗影巨力之下彻底毁崩，除了让一切千都万劫不复而已。我相信在将来必定可以找回恢复太初平衡的方法。但那时候，炉火一族会再回到冥界。重新分享这世上的光与生命。这些话你对刘真神讲吧，我们是败军之将，这是无话可说，但我也可以以为尊神会带你们称心如意。等着瞧吧，我们再会了。宾利，你别想太多，
我们彼此都为了自己的使命和信念而战，所以即使他曾是你我的兄姐，我们在剑下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明幼之间到底是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我们将来到底要向何处何去而去，这许多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靠自己来寻找。在会找到答案之前，我们没有退出的余裕，你能明白吗？碧女姑娘，一切说的没错，我也十分明白你此刻的心情。幽死之与冥界如同暗之与光一般，本来就是一起俱生的两面，所以我们不愿被幽影吞没，也不想永远封面幽影。等度过这次凶死之难之后，我们再请教小公主，她对开除创正之时发生的一切所至极风，我想她一定能想出诸事圆满的良策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我只是忽然有点伤感而已，不碍事。那就好，时间无多，只可以不如我们在此多费心思乱想，既然天书为鬼在我们眼前，就开始寻找疯子天斗里的方法吧。不愧是夏侯兄弟，则是能与大学为重，不啰嗦了，我们这就开始吧。嗯，在开始封死程序之前，得先依序启动七曜术盘，然后使用这天书仪轨进行启动的动作。至于启动的次序，应该我很熟悉才对。我还有一个很强的预感，只要一启动封死程序，可能就无法离开此地。我们得先有这个觉悟才行。是。OK。嗯。他说。依序去启动月、水、金、火。一，哦，按上去会写是哪个月、哪个水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看攻略走。对了吧？这股涌溢而出的力量是，我刚按对了吗？在这个天书宇宙一路上升，现在应该是位于基督的后梁柱正中央，也就是整个九魂天斗与巨大宫洞的核心处。现在除了原有的七曜术盘外，再加上原本就在中央处的外环十四术，依序按动这些全部共二十一处的术盘，应该就能封死九魂天斗宇的方法了。这就试试看吧。基督之钥。然后再依序按月，OK， 哦，超麻烦的，这个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不是不是这个，然后再这个，然后再这个，再这个，再这个，再什么？没了。先放基督之钥，哎，
对。钥匙拿下来，再换另外一把午后。那罗喉之后，也许再按以黄色字母标示。OK， 好。A D C 玉镜 C 珠。E F 哎，这按到了。要从哪来？我刚按错了吗？来自。听说一个上的药力开始逆行，在心房上交互冲击激荡，我刚才弄错什么了吧？好极了！由于充盈在此地的各种药力，就像倾城薄雾般逐渐往上消散而失。此刻，此刻的天书已经完全静止下来，九魂天洞也既已封止，我们在此的审美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就寻找逃离此地的方法了。然后嘞，在封死天洞里之后，中心散射的药力就一路朝这里上升，是不是此处何处？那此地虽然十分接近天洞里的玄极顶部，也就是所谓的天顶的位置，我们此刻也失去能带我们飞耀天物的坐骑，唯有乘着药力流向，因为一顿法术之力，是否越过冥幽两界的界限？这是我们活着返回冥界的方法。我想这个地点应该就在附近。我们就好好找找看吧。OK， 完成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在我取出开虚之药之后，他在制作上的一顿法光却依然存在，莫非他已经改变一顿的去向？喜欢频道记得按下我 YouTube 的订阅按钮跟小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2B 还有 Twitch， 谢谢大家，自己收看，拜拜。